欢的种，是一个是阴煞狗，因为岁月的狗是伤，我觉得一只一六年岁月的狗嘅凌晨一点钟，又同茶玻璃砖就发生三个火，咁有一个阿婆就吸入浓烟昏迷，送院之后证实死亡。你都有講過，有個男仔咧捉你，就我話佢不負責任。佢訪問嗰陣時講咩？嗰陣時好大肚啦，跟住我哋見到個阿婆，隱約見到阿婆喺度揮手求救，跟住我哋一路幫佢喺度淋水淋水，到最後啊！太大煙，我都幫佢唔到，不救佢嗰個咧，跟住就個阿婆就咁死咗。喂，就算龍煙幾大，都要搞一條人命。到底唔係你可以 care 自己人命，但係人哋人命都比較重要啲。但係就咁冇人命，即係想屌鳩佢。依家出面15度啊，咁寒下天已經好啲冇咗。今日咧最高嘅温度幾多？18度。哇！就四點幾吹口嗰陣時，已經係16度左右啊。咁感覺上，今日咧舒服過琴日，勉強咧對我嚟講好似冇咩改變。琴日落住雨咁樣滑。陰天啊 ，sorry， 嗰個叫咩咧？考完盤之後，佢嗰個做人體，哇！嗰啲風吹埋係勁鬼死凍嘅啫。而今次就係佢即係陰天啦，但係個感覺咧比琴日好咗好多。2017年四月廿九嘅 1BF 一倍。我想玩 ES， 玩了一個地圖，玩了兩個鐘頭。那時候都很冷，我玩完之後夜晚7點多去跑，就是抽我 T-shirt 一個圈外圍。那時候我穿著短褲，跟著入面一條 legging， 跟著穿著長袖衫打底，即是塊件褲咁露去跑。凡親呢凍嗰陣時跑步咧，就好中意廁所。越嚟越熱，5點啊！係咪乖？乖。2019年四月廿九嘅呢日，出去跑步，跟住去到翠湖溪站對開，唔係隔離啊，見到疏疏地咁跑過嚟。佢跑重負過外圍一圈，見到佢著住衫都幾厚，跑步跑得好慢，流得好多汗，成塊面都係汗。我喺佢旁邊擦身而過，即係有啲嚟講爬頭，四個蟹打我出聲，只不過揮手打招呼。過前面嗰個馬路，見到佢衝埋，跟住即刻衝急。真係見住佢衝埋，前面就講紅燈，有啲車差唔多行過嚟，我啊諗緊冇衝燈，不過冇事。
之後一路跟我跟到去仲富希站對開條天橋上面嗰樓梯嗰度。我上咗樓梯之後，佢即刻好嬲咁屌鳩我，唔撚邊度見到你？後尾佢繼續跑前，攬過個鐵欄，跑出去嗰個行車線嗰個迴旋處嗰度，直接過對面仲富嗰個單車徑嗰度跑，都唔理安全嘅。見到有個電單車差啲撞到佢，甚至有個巴士差啲撞到佢。舊年冇嘢，夜四剩咗 S 零六九同 S 零七零，我都已經見到有兩個已經 S 一零幾啦，嗰啲應該係洗分。哇！嗰、那個叫咩咧？四廿一個急救數，自己一個救人。基本上我玩咁多鋪，有超過八成都係輸嘅，其餘啲都係贏。好鬼死煩，好鬼唔識玩。我有一鋪沙龍，對面隊有兩個穿塔，其中一個穿塔最尾完場，殺玩沙龍一精紅，殺到110個，一件支 PKP 入時。唔係咧，另外一個 S 零零六咧，我喺 B 區嗰度匿埋，俾佢射死咗，俾佢支 PAP 爆我頭，穿住埲牆射死咗。簡單嚟講，我匿喺膠入邊，跟住係咁扣佢，我唔知點解，跟住就俾佢隊冧咗，好鬼死遠，匿住支 PAP 爆我頭。黐幾個嘢？最多一句，去到尾二嗰幾鋪，我有話就係兩鋪都係做螺絲輸到唔加負，輸到弱智咁樣。對面對咩嚟？只不過消耗咗300幾嘅，屌！即輸嗰陣時咧就好憎輸嗰時玩，輸嗰時玩就唔知點玩。啲人唔公咧，好似自己一個戇鳩仔喺度玩咁。甚至係啊！我玩第四波貨倉單，原本贏，後尾就輸。原本大比數反超，原本係超前噶嘛，對面都得翻500幾個入1000幾，後尾 A、C、D、E 區冚唪唥俾人扯曬，我得翻 B 區，最尾連 B 區都冇埋，咪輸咗星光。點解變咗人哋咧？好似一種叫咩，好識咁樣扭轉局勢，又贏變輸，但輸冇得變贏。有一鋪嘅租借之地原本輸，但後屘贏翻。4:40。哇！又疏地揾到啦，冇見。唉，幾瞓覺？又死幾？雖然知件事一輸咧，就冇人幫你，冇人同你進攻，得自己一個人玩，甚至基本上佢輸嘅時候體驗好差，贏都好啲，你輸嘅時候都唔知點玩。